人事已经出现异动了。行政院今天公布了部分部会首长的副首长的人事案，财政部政务次长由现任金管会常务副主委吴当杰担任，金管会常务副主委由黄天牧接任，陆委会特任的副主委由张显耀接任，而政务副主委由吴美鸿接任。另外，原民会政务副主委由高阳生接任，而常务副主委呢，则是由钟兴华接任。